中奖，获奖的同学有3048史欣瑜、3088马德进。史欣瑜同学在校内校外的国语文竞赛里，一直以来都是强胜军，无论是国语演说、瑞音字形、英语说故事，都拿到很好的成绩。最厉害的是，还代表学校参加台南市英语说故事比赛，获得甲等殊荣。不仅如此，在音乐上的个人表现也拿到台南市三皇馆独奏优等第三名，真的是一位全方位的高手。马文静同学3年来，无论是校内校外参加比赛，获奖无数。除了参加音乐比赛获得长号独奏甲等之外，书法写字比赛也获得台南市第一名的最高荣誉，还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竞赛。不仅如此，马文静同学还是一位跳高好手，曾获得本校运动会跳高第一名，真的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优秀人才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学校长跟体育会长为我们颁发。Yeah.